超级大决战，你就要完蛋。这不是纯纯的瞎搞吗？小男孩昏迷了一个月，结果刚醒过来就跟灰小子大战一场，现在又被打晕了，这真是最惨配角啊。小男孩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下手这么重的，如果能重来，我多希望倒下的那个人是我。这一切都是那个焦土守护神做的，我必须要找他报仇。根据情报得知，在你打败 TUA 泰坦之后，焦土守护神终于要出现了，不过还没人知道他的长相。我去，玩得这么神秘呢？好好好，今天我还非要把他找出来。如今我这闪闪发光的皮肤是魔法水晶和血脉融合之后的样子，现在的我无比强力，轻轻挥动翅膀就能炸到一大片。经过昨天一战，你已经激发了全部力量，现在到达了战斗力的巅峰，再拿上我最终的战甲进化药丸，去跟那个守护神好好大战一场吧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007，保护好小男孩，我去去就回。哎呀，我滚烫的皮肤再加上焦土的天气，简直就要热炸了。时间紧迫，既然守护神已经出现，我必须要将他勾引出来。嘿嘿，看我不给他弄点大动静。焦土的所有生物，我灰小子正式向你们宣战，来干我呀！我龙生几千年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家伙，兄弟们给我干他！那就来战。小的家伙，哼，焦土守护神，你不要再藏了，是个爷们儿就给我出来。灰小子，没想到你还能活着见到我，恭喜你啊。哎呦我去，你居然也是喷火龙，还是个半透明状态，难怪调查半天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，藏得可真够深的。我来到这里住手，就是不想露出真身，我答应了城主不再轻易出手，因为我一旦出手，全焦土的恐龙都要哭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吹这种牛皮的时候都不带脸红的吗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你既然想死，我成全你便是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阴险毒辣的家伙，害了我，伤了小男孩，今天我必须灭了你。好，那你就拿出全部的本事吧。这句话我也送给你。战甲药丸，力量加强。真身显露，力量全出。呵，天神喷火龙，霸气九万重。现在的我身穿天神战甲，它拥有极佳的防御能力，一双大翅膀喷发着魔法水晶的力量，口中还能喷出天神雷电，帅气的外表能让我战胜一切敌人。守护神，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吧。啊！哎呀，我勒个去，咱俩怎么长得这么像？你从哪儿偷来的技术？阿飞，我可是酋长喷火龙，乃是万龙的领袖，看看我的翅膀何四只，它是科技城独家的粒子技术制成，更加坚固威猛，口中还能喷出灭世之火，你跟我还差着108000里。哼，就算咱俩长得差不多，但终归也是一正一邪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今日必将分出高低，全力来战吧。看我的爆破追击弹，看我的霹雳爆破弹，哈哈，
棋逢对手的感觉好久没有出现了。你我今日虽然要分出胜负，但在这之前就痛快地打上一场。不要走，决战到天亮。我的天啊，龟小子和那个守护神的战斗只能用夸张来形容，我在800里之外都能听见。小伙伴们，咱们一起给龟小子加油啊。不愧是拥有魔法水晶力量的龙，我的攻击居然不能伤你分毫。只可惜这股力量太过于邪恶，我根本不想拥有，但是今天我也只能以恶制恶。最终技恶龙绝杀破，给我倒。没想到我居然会输给你，罢了罢了，下辈子有机会我再跟你斗上一斗。一路走好吧，虽然你也是个反派，但我敬你是条汉子。现在终于可以离开迷失岛了，科技城城主，下一个就是你。